我是小蓝姐姐，我是月月姐姐。哎，那今天的这个场景呢，小朋友们肯定都已经非常的熟悉啦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呢要一起学英语啦。哎，那么今天陪我们一起学的是谁呢？嗨，小朋友们，今天佩奇和大家一起学英语咯。哦，又是我们的佩奇，要带着小朋友们一起来认识新的英文单词。哎，那么之前呢，我们一起去到了菜园，还有我们的鸡舍，学了很多的英文。那今天我们要去哪儿呢？还不知道呢。那一切尽在我们今天的玩具对对碰。哎，那么我们今天呢，要一起去到哪里呢？Kitchen， 厨房。我们要去妈妈的厨房吗？猪妈妈的厨房里都有什么呢？哎，我知道，有好吃的。那我们接下来让乔治和佩奇带我们一起看看都有什么吧。锅是用来做饭的。我好像看到了猪妈妈、猪爸爸了，他们在这里干什么呢？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。享受你们的早餐吧，美味。看来他们吃早餐吃得很开心呐。是的。那我们看看他们的身边都有什么。猪爸爸身边有一个这个透明的是什么？壶可以用来倒水。对的，是我们平时装水用的。那我们需要把水倒到哪里呢？玻璃杯 glass。玻璃杯是用来喝水的。对，原来这两个是一套的呀。那我们刚才说了锅，那我们用锅之后需要用哪些东西呢？碗 bowl。 那如果我们吃菜的话需要用什么呢？我知道，要用盘子。是这个吗？对，盘子 plate。食物可以放在盘子里吃。对的。那我们要用什么东西吃呢？叉子 fork。叉子是用来吃东西的。对的。那乔治，你平时还会用什么吃呢？我会用小勺子来吃啊。勺子在哪里呢？勺子是这个吗？勺 spoon。勺子用于食用、供应和搅拌食物。对。原来是这样。那我们这会儿有点渴了，你们有没有茶壶什么的，可以泡一点水喝呢？茶壶的话，在那里，那里有粉色的。粉色的是吗？茶壶 ，teapot。对的。你渴了的话，然后还要把它倒在杯子里哟。是这个杯子 cup。杯子用来喝咖啡喝茶。我们看看这下面吧。哇，谢谢你们为我们已经冲泡好了茶哦。不用谢。茶 tea。我还看到了有一些蜂蜜，我们再用一点蜂蜜吧。好，蜂蜜 honey。那现在都已经喝完了，哎呀，感觉好舒服呀。我们往旁边看一下吧。好的。那这个屋子里有没有什么比较大件一点的东西呢？当然了，比如说妈妈会经常用烤箱烤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。有烤箱啊，在哪里呢？这里。烤箱 ，oven， 烤箱用来烹饪食物。对，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吧。那香哦。饼干 ，cookie， 新鲜出炉的饼干真香啊。旁边还有一个，这个是榨汁机。榨汁机 ，juicer， 榨汁机可以用来制作果汁。下面还有一个白色的大物体。冰箱 ，fridge， 冰箱可以让食物保持低温。冰箱里会有冰淇淋，是乔治喜欢的。这边还有
一个红色的是水壶 ，kettle，kettle， 水壶是用来烧水的。对的。那还有什么呢？我想吃沙拉，好香。哦，是这个吗？嗯。沙拉 ，salad，salad。沙拉是用蔬菜制成的。看来乔治还是很棒的，喜欢吃蔬菜。但是乔治其实还喜欢吃甜甜的东西。哦，比如说？比如说馅饼，比如说那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馅饼吧。好的。馅饼 ，pie，pie。馅饼的下面是水果、肉和蔬菜。上面是美味的糕点。哇，听得我们也饿了呢。厨房里面的东西真多呀。哎呀，小日也学会了好多英文的词哦。是呢。那今天呢，我和月姐姐一起跟着乔治和佩奇去到了他们的家里做客哟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主要去的是他们的厨房。看到了很多很多我们平时在家里的厨房也会见到的东西。对，而且我们这一次呢，也知道了很多不仅是厨房的电器，还有一些餐具的英文单词。小朋友们，你们一定要记住哦。对，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，比如说我们的沙拉。对，还有我们的馅饼。那么我们下一次会去到哪里呢？那我想既然我们呢一起去到了他们的家，肯定是要去他们家里的某一个屋子里面去看看咯。没错，那所以呢，请小朋友们尽情的保持期待，然后我们下一次再来乔治和佩奇的家里面去做客吧。对，那小朋友们一定要观看我们的下期节目。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我有聪明，他们调皮有灵敏，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绿色的大森林。